请书、变更登记书或主管机关许可文件外，另需缴纳新台币1000元之规费，虽此一变更登记，可采邮件、网络、委办、亲办等方式申办，其登记规费得经网络、信用卡、便利商店收代收支票、汇票或临柜缴费等方式缴纳。如能免收事项规费，相关申办登记应可加速进行。在查规费收法第13条受有基于公共利益或特殊需要考量，规费主管机关得免征、减征或停征应征收规费之行政裁量，原要求进一步立即扩大宣传相关之公司章程变更登记作业，并于一个月内提出，并于一周内提出具体配套措施，2周内完成前述规费免征之行政程序，加速全国公司申办章程变更作业。提案人管碧玲委员等人。第四案，经济部每5年对水库安全进行评估。台湾地区地处地震带，5年周期太长，经济部应检讨或是要求各区遇到大型地震就应立即启动评估机制，要求经济部于2周内向经济委会提出检讨计划。提案人张立善委员等人。第五案，针对经济部驻外之各经济组的招商以及引资的绩效，经济部应每年订定各外管招商目标或签订双边贸易合作投资协议的工作期程，并订定完善考核机制，将各外管经济组招商考核考评结果每年应送交立法院经济委会。提案人邱志伟委员等人。第六案，经济部能源局所实施的节能补助计划已实施完毕，请经济部能源局于一个月内提出政策检讨成效报告，包括预算使用情形、预算分配各县市各产品的金额及比例，以及政策实施政策的评估、宣传面的检讨评估，于立法院经济委员会。提案人邱志伟委员等人。第七案，查台糖公司为国营事业，复查续职事业为台糖公司8大事业部之一，预算书中亦列有环境污染防治措施续职事业部污染防治设备增设及改善之业务计划及预算，为屏东农业科技园区受临近台糖公司养猪造成之环境污染问题，今年未为妥善处理，原要求经济部应及监导督导台糖公司尽速处理环境污染，并于一个月内将执行情形送立法院经济委员会。提案人苏正清委员等人宣读完毕。好，谢谢。那么在这边本席补宣告，邱以莹委员所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那么接下来我们开始处理提案。好，第一案，临时提案第一案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好，第二案，廖国栋委员提案是提案一周嘛，是不是？两周。来到你上面讲好不好？来，请说。跟委员报告，因为那个商业登记的主管机关有各直辖市、县市政府啦。那我们如果要去跟他收集资料的话，2周要完成可能有点困难，是不是？好，那是不是一个月内？好不好？好。廖委员，好，那一个月内好，我们就照文字修正通过。来，提案第三案有没有意见？周内要决定那个，我们是不是可以稍微再宽限一点？好，那倒数第二行提案委员、官委员说以一周内提出具体配套，那这样好不好？我们以改于2周内提出具体配套措施，一个月内完成那个前述规费免征之行政程序，可以吗？可以。好 ，OK， 那就照文字修正通过。来，第四案有意见？报告委员会，临时提案第五案的部分呢，在第三行。原提案的文字是或签订双边经贸合作投资协议的工作期程，其余内容不变。好，有没有意见？没意见，我们就照文字修正通过。好，来第六案也有文字修正，来，请宣读。经济部能源局于3个月内6月底，其他文字不变。好，有意见？没意见，就照文字修正通过。好，第七案有没有意见？每一件照文字修正通过。好，今天我们的提案处理完，临时提案我们处理完毕。接下来，我请先遵循请示一下我们在场的委员，我们先讨论进行讨论事项的第三案。好，我们请问有异议？第三案就是先行处理解冻案，再来处理那个我们的今天的法律修正。没啦，这个休困的没搞暗时。
的几条处理了，得啊。好，那没有意见，我们就先处理我们的预算的第三案。好，现在我们来进行我们的预算解冻。各位委员对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冻结预算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见？邱委员，你有意见吗？啊，那我们这样好不好？因为现在也12:09了哈，我们这样好不好？我们一边休息处理用餐，在用餐的过程中，我们那个我们到12:20，12:30，我们开始进行我们的预算的解冻处理。好啊，现在我们就是休息，一边协商，然后请那个行政人员把我们便当发下去。好，现在我们先休息。
好，谢谢。我们现在好，我们继续开会哈。那本席在这边再一次补宣告，赖瑞龙委员所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好，接下来我们来处理我们的105年度公务预算经济部及所属的冻结案。我们现在开始处理冻结议案。来，第一案解冻有没有意见？好，没有意见，那我们就解冻通过。来，第二案，好，没意见，我们解冻通过。第五案，没意见，我们解冻通过。第六案，好，没意见，解冻通过。第七案，没意见，好，那我们解冻通过。第八案，我念台语好不好？来，第八案，好，第八案有没有意见？好，没意见，我们通过。来，第九案有没有意见？没意见，我们解冻通过。好，第十案，好，没意见，我们解冻通过。好，今天我们我们第一案到第十案，我们均同意动支，我们提报院会。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处理，以及我们农业科。我们分开好了哈，但我先把它宣读完毕。还有我们的农业科技园区设置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那我们现在先进行我们的商业登记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好，我们现在开始进入协商。哦，来，那么刚才已经询打结束，我们进行广泛讨论。那么广泛讨论无人登记发言，接着我们进行逐条讨论。逐条宣读完，我们再进行协商。我们请议事人员宣读。行政院函请审议《商业登记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按第五条，下列各款小规模商业登记得免依本法申请登记：一、摊贩；二、家庭农林渔牧业者；三、家庭手工业者；四、民宿经营者；五、每月销售额未达营业税起征点者。前项第二款及第三款锁定小规模商业以自任操作或虽雇用员工而仍以自己操作为主者为限。第八条，商业登记之申请由商业负责人向商业所在地之主管机关为之，其委托他人办理者亦举应附具委托书。第九条，商业开业前应将下列各款申请登记：一、名称；二、组织；三、所营业务；四、资本额；五、所在地；六、负责人之姓名、住居所、身份证证明、身份证明文件字号及出资额；七、合伙组织者、合伙人之姓名、住居所、身份证明文件字号、出资额及合伙契约副本；八、其他经中央主管机关规定之事项。前项及其他应依本法规定应登记事项，商业所在地主管机关得随时派员抽查，商业负责人及其从业人员不得规避、妨碍或拒绝。第十五条，商业登记事项有变更时，除因继承所致之变更登记应自继承开始后六个月内为之外，应自事实发生之日起十五日内申请为变更登记。商业之各类登记事项，其申请程序应减负之文件资料及其他应遵循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第十九条，商业之下列登记事项，其所在地主管机关应公告于资讯。